狙击手这个名词代表着前行无声、一击必杀的超级刺客。在影视作品中的狙击手往往能够做到弹无虚发，在千米之外取上将首级，他们在行动中神出鬼没，犹如隐形人一般。在面对狙击手时，敌人会被笼罩在恐惧之中，感觉生不如死。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正是狙击手最重要的武器——狙击步枪。18世纪末，在印度进行游猎的英国猎人发现当地有一种被称为 snipe 的鹬鸟，极其难以猎捕。为了猎捕这种鹬鸟，猎人不仅需要伪装埋伏，还需要精密度极高的步枪。当时在印度游猎的英国猎人，如果可以猎捕鹬鸟，那他就会成为最优秀的猎人，人们会称呼他为 sniper， 也就是猎鹬者。在随后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军队里就把具有高超射击技术并且能隐藏自己行踪的士兵也开始称之为 sniper， 也就是现在咱们说的狙击手，而他们使用的步枪则称之为 sniper rifle。 虽然在公元1861年爆发的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就有南方邦联士兵配备3倍瞄准镜的英国魏沃斯步枪远距离击杀地方将领的记录，但狙击手在军队中依旧是一种个人能力的体现，远没被军事家和军队重视，更没有专门用来狙击的步枪。而事情的变化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后期开始的，参战国陷入了焦灼残酷的堑壕战僵局。这时，一款命名为里恩菲尔德步枪 MK3 型的步枪显露出了它精确远距离击杀目标的超凡能力，并开始大批装备前线部队用以作战。而里恩菲尔德步枪 MK3 也成为军事武器史上公认的第一支用于狙击的狙击步枪。狙击步枪真正被推上高峰，则是二战时期，狙击手和狙击步枪成为了部队常态编制，每一个步兵班基本上都配有一名狙击手。在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电影《拯救大兵瑞恩》中，一个美军游骑兵小队不仅配置了汤普森 M1A1 冲锋枪、加兰德步枪和勃朗宁 M1918A2 班用机枪，还专门配置了 M1903A4 狙击步枪。根据二战期间各国制造子弹的数量和最终阵亡的人数统计，二战期间平均每杀死一名士兵需要2.5万发子弹，而狙击步枪平均仅需1.5发，所以狙击步枪也被人们称之为夺命武器，有着枪中之王的美誉。中国79式狙击步枪就是这样一款经过战争检验，至今仍被老兵们推崇的夺命武器。之所以致命，是因为它总是悄无声息地潜伏在肉眼不可及的远处，距离是它必胜的法宝。对于一支狙击步枪来说，首先要打得足够远，那么79式狙击步枪可以打多远？答案是800米，这是79式狙击步枪的理论最远射程。那么800米有多远呢？以大家熟悉的足球场为例，800米大概就是将近8个足球场的长度。当你看到这辆轿车的时候，
也许会认为轿车这么大个儿，很容易就打中。实际上，800米外的一辆轿车，用肉眼观察，并不会比一个火柴盒大多少。然而，这辆轿车并不是79式狙击步枪的真正目标。那么，今天79式狙击步枪的真正目标是什么呢？一只杯子，它被摆放在轿车的驾驶位上。800米外轿车里的一只杯子，这是一个用肉眼无论如何都无法看到的目标。这时候，79式狙击步枪上具备四倍放大、6度视角的光学瞄准镜，就显示出了其巨大的能力。现在，我们的狙击手已经瞄准车子里的杯子，那么他能击中目标吗？随着一声枪响，800米外的杯子被击得粉碎。这就是狙击枪，肉眼视距之外的目标才能称之为目标。在中国神枪手的历史上，曾涌现过一批令敌人闻风丧胆的传奇式英雄。然而，无论是抗日战场上的神枪手李向阳，还是朝鲜战争中的狙击之王张桃芳，他们手中都没有一支专业的狙击步枪。上个世纪50-60年代，世界很多国家都推出了新型狙击步枪。美国研制的 M21 狙击枪用于越战，仅在7个月的时间里就击毙了1300名越军官兵。同为军事强国的苏联也重点研发了自己的狙击步枪。SVD-7.62毫米半自动狙击步枪就是1963年由苏联军方选定的，用以代替莫辛纳甘 M91-30 狙击步枪的全新型号狙击步枪。这种旨在延伸步兵般火力射程为目的诞生的狙击步枪，由于设计目的简单，从而格外坚固耐用。一时间，SVD 凭借在同年两次战争中的优异表现，成为了国际武器市场上的宠儿，身价也一涨再涨。由于中国军队当时并没有专用的狙击步枪，一旦发生战争，只能用射程400米的56式半自动步枪充当狙击枪，与射程800米的 SVD 狙击步枪进行对抗。其结果可想而知，因此装备一款狙击步枪对于中国军队显得格外迫在眉睫。中国的枪械技术人员很快展开了研究工作，但由于当时中国的制造工业落后，在研究定型的过程中可谓困难重重。在靶场的试验时，厂家生产的样枪出现了很多问题。面对诸多困难，中国的技术人员与厂家联手进行技术研究，反复改进，最终通过了靶场鉴定。中国版本的 SVD 狙击步枪诞生了，中国军队称呼它为79式狙击步枪。79式狙击步枪全长1220毫米，自重4.4公斤，使用7.62毫米口径子弹，初速830米每秒，配有四倍视角为6度的光学瞄准镜。它的出现一下子把中国步兵400到500米的有效射程改写为精确狙杀800到1000米的敌军目标。作为一枪夺命的武器，快、准、狠是衡量狙击步枪的主要性能指标。中国首次仿制的79式狙击步枪性能到底怎么样呢？下面
我们就来进行一项精准度的测试。这一枪，我们的测试人员准确地命中了十环。也许看到这儿，有人会说这有什么奇怪？一支普通的步枪也可以打到十环。其实，这只是我们在这次测试的第一步，因为靶区的那张靶纸并不是我们这次对79式狙击步枪测试的真正目标。真正的目标是测试人员刚刚第一枪在靶纸上打出的那个洞。就像战场上两发炮弹几乎不会落到一个弹坑里一样，由于每次激发的子弹的弹道和受到的环境影响都不同，同一支枪的多发子弹打在同一个洞上仅仅是一种极小的概率性巧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79式狙击步枪能不能完成多发子弹打在一个洞上的奇迹。两个弹孔几乎重合在一起，这一枪会不会是一种万中无一的概率性巧合呢？射手继续射出第三发子弹。从这个弹道点的形状来看，这三发弹基本上是重叠在一起，可以说是基本上实现了三枪一孔的目标。精准度是狙击步枪的生命。79式狙击步枪用三发子弹击中同一弹着点的机关，向我们证明了它的实力。在现代战场上，狙击步枪面对的经常是有着装甲护具的目标，这就要求狙击步枪不但要精准，而且还需要足够的威力。那么，使用53式机枪弹的79式狙击步枪威力到底如何呢？中国的79式狙击步枪呢，它配发的是53式机枪弹，那么它仿制的原型 SVD 狙击步枪呢，配发的是专用的狙击步枪弹。使用专用的狙击步枪弹肯定是可以提高精度的。那么79式狙击步枪为何不用狙击专用弹呢？原来在设计79式狙击步枪的时候，发现随枪缴获的子弹在外形与重量上是与中国军队使用的53式7.62毫米普通弹几乎一样的一种狙击弹，但中国没有生产，所以中国军队就一直把53式7.62毫米普通弹当作狙击弹使用了近30年。那么使用普通子弹的79式狙击步枪威力会理想吗？现在我们来做一个测试，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在距离射击区域250米远的地方放置了三块钢板，每块钢板厚度为3毫米。射手将用79式狙击步枪对钢板进行射击，那么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效果呢？在经过两次射击后，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三块钢板均被击穿，由此可见79式狙击步枪的威力十分强大。不过如果将79式狙击步枪与其他普通步枪相比较时，79式狙击步枪的威力还会占优势吗？接下来我们继续做一个对比测试，这一次射击距离仍然是250米，
但是测试的钢板由原来的三块增加为四块，难度变得更大。而在射击区域里的台子上，已经摆好了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和七九式狙击步枪，射手将分别进行射击。结果，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在击穿第一块钢板后，子弹卡在了第一块钢板和第二块钢板之间。而七九式狙击步枪则完美击穿了四块钢板。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只是穿透了第一块钢板，第二块钢板上留下一个弹痕，并没有穿透。而七九式狙击步枪将这四块钢板全部击透，这是前面进行弹孔，后面鼓出来穿透了。七九式狙击步枪装备前线作战部队后，各部队反应很好。中国人民解放军狙击手利用丛林地形开展狙击作战，大量杀伤敌人，给敌军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实战证明，在100至800米的距离上，射击精度良好。在前线作战中，一名叫做向小平的中国军人用七九式狙击步枪精确狙杀敌人，发射31发子弹，毙敌30名，伤敌1名，被称为前线第一杀手。而使用该枪狙杀最高的中国狙击手仍不为所知，目前解密的最高者为郑觉，在对战中曾前后狙杀50余人。七九式狙击步枪作为中国仿制的首款专业狙击步枪，总体来说性能还是比较出色的。但因其设计经验的欠缺以及制造工艺方面的原因，存在着其他方面的不足。七九式狙击步枪呢是有一些问题的，比如说它后坐力比较大，所以它的射手是非常之容易疲劳的。另外呢，由于瞄准镜的一些问题，所以在射击的时候瞄准镜非常之容易松脱，影响精度。不久，中国军方根据七九式狙击步枪在实战中的表现，对枪托、瞄准镜等方面进行了改进，于1985年设计定型，并成为85式狙击步枪。七九式狙击步枪和85式狙击步枪，它这个两种枪啊，实际上是一个枪，但是呢，它相互之间这个关系就是个递进关系，或者是个前后关系。后者只是对前者的工艺进行了改进，使其更加可靠。在随后的10余年内，该枪大量装备于中国的边防哨所、步兵狙击队，甚至供特警队员使用。作为一种大量装备的狙击武器，它至今仍是我军的主要狙击步枪。在今天的战场上，战争的双方都已经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强大火力。那么，狙击步枪这种每次只能发射1发子弹的武器，它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呢？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独立军与英军在萨拉托加展开了激战。战斗开始不久，
独立军很快就在英军猛烈的攻势前陷入了困境。就在进退两难的境地中，独立军中一名叫做蒂莫西·墨菲的士兵悄悄地把枪口瞄准了一名正在战马上指挥士兵进攻的英军军官。随着蒂莫西·墨菲的枪声，军官应声落马。这个军官正是这场战斗的英军指挥官西蒙·弗拉瑟将军。随着指挥官的阵亡，英军的猛烈攻势瞬时瓦解。这场在后来被称为萨拉托加大捷的战役，最终成为了美国独立战争的转折点。对于一支狙击步枪来说，射出多少子弹并不是最重要的事，重要的在于它是否能在足够远的距离击中那个最重要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使用毛瑟 98K 狙击步枪的德国狙击手马蒂亚斯·海岑诺尔创造了345猎杀的惊人记录。也就是说，马蒂亚斯·海岑诺尔仅用一人一枪就几乎击毙了一个营的有效战斗力。狙击步枪呢，如果从军械，就是从枪械角度来看，这个枪当然是一个主角，因为这个枪好不好，威力大不大，精度高不高，使用方便不方便等等等等，考评的这些主要指标是这个。衡量一支狙击步枪的成功与否呢，并不在于他杀了多少人，而是在于他能够对敌方的行动造成多大的影响。1942年6月，德军对苏联南部城市斯大林格勒发动了猛攻。在长达8个多月的战斗中，苏军狙击手手上的莫辛纳杆步枪使德军产生了巨大的恐惧心理。电影《兵临城下》中的瓦西里和他手上的莫辛纳杆步枪就是那场战役被搬上大银幕的经典演绎。狙击手往往只有一发子弹，一次机会，这就对狙击手和狙击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狙击手最佳的命中部位是脖子后面的延髓处，那里是头骨底部，击中这里能立即致命，目标完全没有任何反应时间。其次最好的位置是头部的 T 区，因为子弹可以从那里直接穿透延髓，也能立刻导致目标立刻毙命。但延髓部位，也就是狙击行话中的杏仁，有个问题，就是它很小，并且很难命中。在现代战争中，由于狙击步枪的精准狙杀能力对参战双方都起到了巨大的威慑作用，所以参战各方对狙击步枪的防范和侦查也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甚至还专门研发了反狙击的各种光学和声学设备手段。现代战场上，狙击手一旦被发现，几乎在同时就会遭到炮火的全面覆盖打击。